OK，今天的影片呢，不要不多说。继上次的印尼炒泡面之后呢，大家一直在问我说，可不可以做点印尼别的料理？那今天就做汤面吧。厨房 Go， 汤面，这是鹅肉，这高丽菜，青菜，这个滋味棒，红萝卜，这个德罗，鸡蛋，印尼的德罗，德罗，青菜。哇，刀工一流。红萝卜，一点点好了。这个多少？100块。不是，我说这要多少？1、2、3、4、6。哦，算了，没事。喜欢这个？不要啊，这是什么？好事了。这是什么？救命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丹尼的独特酱料。大便。好吃吗？重点是。对呀、啊。好好好，那一点点就好。丹尼，看你脚趾头。怎么那么黑？你有变瘦哎、欸。瘦干嘛？放一下，我要就放一下 ，OK。为什么？太腻了。你刚刚不跟我们吃面？是啊。丹尼独特酱料。香。亮的汤，阿妮漂亮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，这个盐巴。呜！我现在已经闻到有点香味了，蛮香的。这什么啦？葱抓饼哦。不行，没关系，不要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个好了。好，有没有好吃？哎，你不用这样吧。好吃。面面。那你老公呢？在哪里？睡觉。台北。印尼啦，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，印度尼西亚。哎，好吃，好吃。好漂亮哦！好吃好吃。丹妮，你可以当阿基师老婆哎。什么东西？我忘记跟大家讲说这是什么汤，这个是。Indomie， 这是丹妮跟我讲的是鸡汤。鸡汤。不是鸡包。嗯。OK。鸡汤面。盛盘。好了。哇。成功奖？不是啊，我叫你讲成功，那个奖不用说，再一次，成功，完成了，很香。试吃时间，我先吃这个鹅肉，鹅肉，好吃哎。喝一口汤，好喝，打你喝一口，好吃。这个面呢是重点，好不好吃就看在于这个面了。丹妮，真的好吃。Hello， 影片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就喜欢；不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就滚开。拜拜。